嘿，举报在看，有听观众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苏茂生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温酱。今天给大家来一期朴实无华的游戏时间，双人成行。对，这故事就是讲述的一对感情破裂的夫妻，他们的女儿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和好。他女儿好漂亮。然后在女儿的祈祷下，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。他们变成小孩了。哇，可以爬这么高。哎，你这哦，我靠，他好跑得好快，这个。那你自己去拿呗。你也去呗，这个游戏是合作的。就是这个呀，是吧？我抓到他了。哎，他会跑，我必须要抓他。走走走。嗯。站住。你居然会这样跳？不。你连这个跳你都会。滚，不是。在这抓他。哎，别跑，小子。你小子，哇，速度真快。这也太不好了啊！死了，看我来，推推拖，看你看到我的操作吗？嗯，没看到。哦，我练下来刚才。啊！杀了我吧！等一下，你就是不能好好把鼠标握住。但是我左手按这个很奇怪。看好的，前一直按着前，然后控控 shift。控控 shift。哦，按错了，我是Ctrl，减，控控Ctrl，Shift，Shift，气死人了，跟你一起玩游戏，我本来五分钟就快通关，控控Ctrl，Shift，我去吃个外卖，我本来五分钟就可以通关，活活打了半个小时，不要那么快，别考驾照了，控控Shift，对了，控制好节奏，继续冲，控控Shift。控切，哎呀，控控，我来试一试，我来试一试，是不是很难？你试一下。嗯。还真是难。换角色了哦。因为他用不来鼠标。我是爸爸了。我就说他用不来鼠标键盘吗？还不行。我按E连 Y，Y 是哪个 ？A D X Y。哦哦哦！哇，我的这个在动。按 A 跳跃，我按空格跳。哇，我甩过去，甩过去。我的 A 是哪个 ？A。哦，好了。我抓到他了。抓到他了，对，然后我们回去。哦。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控制他角度，你把我甩上去。哦。快！耶！完美配合，走，继续。来，好玩。哦耶！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……真棒！冲！跳！ A 是哪个 ？A 是哪个嘛 ？A 是下是吧？老铁们，说说我教了是多少遍了？来了！你不要记 A B 了，你直接记哪个冲就行。哪个是跳的 ？A 是跳。对啊，你就这样教我嘛。因为 A 是哪个 ？A 是跳还是什么？啊！我都不知道 A 是什么了，快跳吧。A 是跳嘛，是吧？那就是。哪个是冲？别管。哪个是冲？那就是了，就这感觉。A X。来冲。A X。这都能行？我靠！高手啊，花式过去。吼吼吼！妹妹，我来啦！一万年以后，不是1亿年以后。啊！你先在地上试一下哪个座吧。这哪里是增进夫妻感情的游戏啊？就没有那种通关的快感，你知道吗？终于来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快进去！进去了吗？进去了。你进去个屁！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啊！进去了，我 hold 不住了，我好累啊！快，然后呢？进去找开关，把风扇吹到一边去。好，你可以把我害死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害死？想。哎，没害到我。去
去，你快去另一边，你去另一边，你去另一边。哦，真的，必须这样跑。对对对，我就立刻往上跑。快，你快去，你快去。你接上了，我又再跑。对，快快快快快，接上了，快快快，你去。啊！我的妈呀！你干嘛就被电晕了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你被电晕了。第一次取消是吧？我没有及时按取消。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快！我接上了，你快去。好。哎，我又接上了。好累、啊。就是我速度快，就想在脸上。好累、啊。等一下，我调什么视角？快点呀、啊！什么视角就是哇！快过去，快！哇，差一点点！哇，我差点连上了。嗯，我知道怎么来了，看啊！一，我的手指打结了，哎哎，弹在一起了，不对。加油，最后一次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最后一次！加油加油！我先睡一会儿，没事，好好叫我。快点！你求求我！别耽误时间了！你求求我了！家庭报名。看我的速度，哇哇哇！哇！哎，游戏！耶！耶！我跳到这一个的时候，你就按开关，好不好？帮我一个忙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哇，也是最棒的了。但是你说你很厉害，你可以。我没办法，这个是鼠标不好按。你可以一个人控制两个人呢。求求你了吗？我再也不求你了，你就帮我按一下，按一下这个上就行。啊，这样我们才能玩下去。阿姨，那求你了吗？那你必须得求了。啊，以后我都让你来按开关，我去做任务，来吧。哪是吧？我其实就是其他的事情，别说了，快点。其他的事情我都很聪明，只是因为我游戏这种事情我就是弄不来啊。啊啊啊！不懂了，哦，不懂了。快点，过来了。变。你怎么一下子跳到那个了？你不要现在第一个答应我吗？你跟谁的更贱？我一秒就能过。现在又是你按开关的速度，跟不上我跳的速度。你不答应你就直接到这儿是吧？对。你答应我一个谁？我不的，变绿吧他。小弟哥，直接傻了。我爸爸妈妈可是要看视频了，他们对他很凶啊。他要是不凶，我就把你接回去，我受不了。先找个聪明人跟我一起玩。怎么可能促进感情？我知道了，他女儿就是想让他爸妈离得彻底一点，不要以后想复合的事。提起来，透 ，nice， 耶，打 boss 了。好，现在行了。对，刚才随便好好洗一条洗。哎呀，别洗我呀！快点，抓紧时间，要没了。躲风暴。
跳起来躲风暴。来来来，要落石头了，落石头，站在前面，丢，看他丢点石头。我已经挖住了，我开始削，开始削。行，我看打了没有可能。哇，打了已经半点了。加油加油，撑住了，撑住了，撑住了，兄弟。打他打他打他，拼命的打他，坚持，坚持，你别打我，啊，我死了。疯狂一问，疯狂一问，复活。我也死了。哎，老铁们，没办法了。就这样了吧，不行，就差一点点，怎么能放弃呢？我主要是要放弃你了，一切视角都不会，跳也不会，游戏最基本的操作你都不会。我给这个游戏打十分，因为它的立意又很好，然后又很好玩。但是一定要找一个技术跟你相当的，如果一个很厉害，一个很笨的话，你就会被气死。你也没死啊，所以寿命已经缩短了。但是我很尽量把我脾气暴躁的画面放上去了，大象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知道我平时对面讲有多凶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毕竟我的家庭地位还是要高一些。嗯，不是，就是其实你们看我其实挺温柔的嘛，但是其实我凶起来，我自己都害怕，我好几次都把他赶出家里，然后他在外面无家可归，然后没有办法就买一束花回来求我，然后我家里就摆满了好多束花。没事，不哭不哭不哭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要地位，家庭地位低一点。我要地位。大家如果看得开心的话，记得点个赞，投个币，拜拜。